这根手机充电线已经被我剪断了，因为我需要取电。顺便给大家科普一下这几根线的作用。红线和黑线呢是用来供电的，其实我们给手机充电只要这两根线就行了。然后白线和绿线其实是传数据的，之前很多网传山寨的充电宝窃取用户数据就靠这两根线。然后呢，它的另外一端我们来看，它也有四个触点，边缘这两个是用来供电的，中间那两个是传数据的，这就是 USB 2.0。